欢迎点击右上角关注，阅读更完整文章。夏天是肩颈痛的一个高发期，最近阳光照耀之处都反射着光，但坐在恒温24度办公室里，大多数人对季节的流转都后知后觉。看个手机，肩颈痛；伏案工作，肩颈痛；吹个空调，肩颈痛。痛到怀疑人生的你，是否已是睡不着觉，坐卧不安了，久坐不动，又贪凉，血液循环变慢，寒湿气很容易就入侵身体。空调房里寒热加工，原本体寒的人，寒湿气在体内更难排出了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，这跟寒有关。中医理论里寒或者寒气有三大特征。第一，寒属阴邪，易伤阳气。第二，寒气有凝滞的作用。第三，寒气还有收引的作用。五秒测试你的颈椎问题，当你出现以下这些症状时，说明你的颈椎已经出现问题。一级，抬头，感觉脖子僵硬还酸痛。二级，脖子酸痛，甚至肩膀、后背都会有酸痛、僵硬感。三级，睡觉特别容易落枕，醒后脖子活动难受。四级，胳膊会有麻木感，甚至视力模糊。五级，走路发飘，甚至是视力下降等，导致无法走直线。六级，脖子、肩膀、胳膊等活动受限，无法正常写字。七级，吃饭只能用勺子，无法正常使用筷子。八级，走路无力，感觉踩在棉花上。九级，大小便、性功能出现难言之隐。十级，相当严重，无法下床。对照自测，你是第几级？大多数人都是在一、二级徘徊，如果再往下的话，可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了。肩颈究竟会引起身体什么？颈椎可称得上是第二个大脑，人体的督脉、任脉、胃经、大肠经、小肠经、三焦经、胆经、膀胱经络都从颈部经过。而研究发现，只要颈椎疼痛超过一年，大脑就会萎缩 5%。11% 以上，一旦颈椎堵塞，就会出现多方面的疾病，一头部供血不足，头痛、头晕、偏头痛、记忆力减退、健忘、睡眠质量差、多梦、易醒、难以入睡。二、肩颈阻塞，手按上去后就会有痛。三、长的现象，肌肉硬是劳损，骨头痛是增生，肩胛骨缝痛，经常四肢发麻，手脚冰凉。做事韧性差，易在短时间出现疲劳现象。三、影响面部的循环、排毒、呼吸和吸收，用了很久专业护理，但没有多大效果。面部晦暗，肤色不均，皮肤松弛，有倦容，易过敏，易留色素印，长斑。四、激素分泌失调，易脑下垂体生长动情激素，内分泌失调，心理神经敏感，易怒。不自信和多疑，颈椎变形，造成腰椎变形。腰椎变形会压迫坐骨神经，坐骨神经会压迫腹盆腔，二同时引发内分泌失调，腰酸背痛，腿脚无力，易疲劳，内分泌失调，易肥胖，性生活失调等等。肩颈痛不可怕，只要好方法按揉风池、颈百髎穴操作，用双手拇指腹在风池穴上按揉两分钟，用同样手法按揉颈百髎两分钟。筷子取穴，颈百髎位于项部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大椎穴上两寸，后正中线旁开一寸处，左右两穴涂一，此穴可用于颈肌痉挛。项部扭伤不能回顾落枕，在风池穴上按揉两分钟，用同样手法按揉颈百髎两分钟。掐按后溪穴操作，掐按后溪穴两分钟，筷子取穴，后溪穴在小指尺侧第五掌骨小头后方，当小指掌肌起点外缘图二，此穴可用于头项强痛。按揉肌肉操作，左右手交替，用拇指及其他四指腹按揉颈部两旁肌肉两分钟，应着重按揉酸痛点为主图三，最后左右手交替，用拇指及其他四指腹拿捏或按揉肩上肌肉两分钟，再用掌侧叩击10次即可完成图四。当然，
如果已经有产生严重不适感，您一定要去接受正规，这些动作只能够缓解您的酸痛状态。好了，要去按一按了，今天坐了太久，现在不养生，将来养一生，千万别赢了事业，输了健康。感谢大家的阅读，最后别忘了点击右上角关注，每天都会分享最新的健康养生小知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